系双十一咯，听讲今年广东冬天会好冻，睇下有乜嘢买嚟过冬都好。诶，呢件风衣几好睇，风衣好啊，又保暖又有型。但啲风衣来来去去都系呢几个款，会好易同人撞衫噶。撞衫不可怕，死嘈死尴尬。算啦，撞衫衰过撞车 ，pass。喂。棉拖都好喎、啊，冬天最烦就系对脚冻到好似条铁咁，搞到夜晚黑瞓觉瞓几都瞓唔着。买翻对棉拖翻嚟暖脚就无敌啦。不过棉拖暖又暖，好易污糟噶噃，而且到时候啲汗噏住噏住，实有味噶噃。我追求踩屎感啫，唔使真系要踩屎嘅。最紧要棉拖着唔到出街啊嘛，着唔到出街拖鞋算咩拖鞋 ？Pass。泡澡桶，喂，泡澡桶好似几好啊，平时又可以接埋摆埋一边，要用嗰阵再攞出嚟倒热水就得啦。冬天天寒地冻，泡个澡，哇，谂下都舒服啊，真系。不过我自己知自己事嘅，又要煲水又要倒水，唔鬼麻烦。睇怕买咗翻嚟都系摄喺沙发底，最近条腰又唔系咁好，桶水咁重，万一一个唔觉意闪亲条腰咪弊，浸好咗对脚搞坏咗条腰，咁咪唔抵啦。最紧要系买咗翻嚟我唔浸，我阿妈日日浸点啊？咪又系我倒水，喂，好唔抵喎，系买唔过 ，pass。唉，算啦，求其执件连体睡衣，牛奶绒咪几好。又暖又唔使着出街，自己中意得噶啦。好， nice. 落单，九十日内先发货，咁耐？欢迎惠顾啊，亲，你一下单，我们就马上开始养奶牛了，请您耐心等候，好不好？而且这款真的太火爆了，要排队也是没办法的呢，亲。牛奶绒系由奶牛身上嚟啊，我读得书少，你唔好呃我喎。落单先嚟做嘢，九十日之后冬天都过咗啦，夏天都嚟啦，到时我一件牛奶绒连体睡衣嚟做乜鬼啊？养热痱啊？唔系，取消 ，cancel 啊！亲，不要走，先给个。定金嘛，唉，年年都系咁，想买嘢买唔起，买得起又唔中意，明知可以悭翻一个亿，又唔知从何悭起，唉，我今年又错失咗一个亿。